你的平白无故又多了一笔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菜，这两天一直在忙着我妈妈住院的事情。今天呢，我的好闺蜜，我的前小姑子，她两口子来看我妈妈了，带他们去吃个饭。走吧，看你俩还特地来，走，我带你俩溜达溜达，带你俩去吃点饭。娘娘，咱俩闹掰了。主要最近都忙。我最近摆摊有点上瘾。他最近喊都喊不出来啊，知道吧？上次是谁来着？我喊了他两次，就是来不来吃饭。我这摆摊的东西都弄好了，主要是我给他讲完了，知道吧？他不来，我们去找他呀，怎么找他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摆摊的东西弄好了，他就不出来了。主要带你们去吃，你看老乡鸡啥都有，你们随便找，随便吃。我来这还吃老乡鸡，我来这我肯定能吃小吃呀。上次俺们小区门口也有拌面，好吧，老王。行，我吃啥都行。跌跌撞撞奔向你，就散完白面就搞定了。对，你给我们加点菜。你看你吃啥？再搞个鸡腿啥的。鸡腿出来往里吃，我你就给他搞呀，给他搞个鸡腿。都吃完了。嗯，他这个努力不错。想带你俩去吃点好吃的，你俩非要吃这个。这就是好吃。这就是好吃的。嗯。你看那辣椒，我这个姑娘想了一口想到难了。丽丽，你现在可能联系上那个，联系上了。上次给你拉黑了之后，我的信息他还不回啊。不过我也没怎么跟他发过，但是我也找不着人。我本来都想着不联系他，不找他了的。他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前两天有一个人突然找了我。这个，你隔离在租啊？讲铺的人以前从他那拿的10万块钱。十万？对。我说你们找他，我还找他嘞，我都找不到。我说你看，他都把我拉黑了。还找他嘞，等你找到的时候跟我讲一声，你可气人。这个人讲的息怒息怒、啊、他什么意思？他认为你跟他有联系。评论人都说的，彭丽拿来的你是假的，是为了给彭丽你夺债的。可生气啊，生气。谁讲的灵魂是假的？他们都讲了，要不然他们怎么后来问我的呢？然后我把事情把我的灵魂证啥都发给他看，他才知道。明明这意思就是讲、认为你是假灵魂。对啊，想着问你要钱是吧？啊、你的平白无故又多了一笔账。说我捐钱，捐你隔离钱，好了，去过好日子了。给谁过好日子？啊，不知道你。好日子过得搁哪嘞？好日子过得天天搁门口来两个说闲的吃饭，天天搁那门口摆摊。我要有这个脑子，我现在能搁这。那你们那自媒体不天天拍着呢吗？那人家能看不见吗？那天天一天到晚坐那直播，一天到晚坐那门口摆摊卖根烤肠2-3块钱，谁看不着？还能找到你这。离婚多少年了还能找到你这还假离婚，心眼子真多。哦，当时要有这心眼子，估计我也不至于。你那也不错，你要有这心眼子，你也不至于是现在这样。太搞笑了，明明讲的对，我找到了，你讲你把我的那笔钱也要回来。完了，我被他害惨了，你看，真没见过像这样的人，小孩也不看，出轨了，离婚了，还骗我，让我自己养3个孩子，从来不看孩子，不干孩子，自己在外面领个女，过得很带劲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，问他家里人，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。他知道他在哪，你告诉我。俺爸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一个事情，不要被这些事情翻醒。兄弟，吃大餐也没吃上，吃个拌面。可以，特别好。付了钱，我们走啊。好。啊？好，可以，付了啊。哎，我现在也是。我吃好喝好，我也不管那些，反正这样的事情时不时也会冒出来一些，我又能咋弄呢？要了以前又该愁的睡不着觉了。对，要以前我估计天天又吃不好睡不好，然后又愁的睡不着了。吃坏了没事，我现在生活状态吧也挺好的，就一心想着把3个孩子给养好啊。我一直相信丽云给我讲的一句话啊，投资好3个孩子就是你最大的福报。是的，现在就往这方面去做。咱家天天生活也累，但是也有干劲。对，有干劲。只要跟以前的生活彻底的分开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网友也跟我讲，说菜菜真的特别难，特别努力，然后自己难的时候看看菜呀，就觉得哎呀，自己的事儿都不算个事儿。其实你这种正能量的这种小太阳的感觉，也影响着很多人，挺好的。无论如何，一起经历了风。